还记得在一个晚上，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我怎么不高兴，你是在我的想象中有一束光芒，是与众不同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，这个城市这所有的街都没有，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世界会给我答案，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，我决定这城市这里的人们称他为美丽。